Hello， 朋友各位，我是风破。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inecraft， 没错。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 Multi Difficulty Droppers， 多重难度 Droppers。我们因为 Droppers 是指坠落系列啦，可是我没办法讲说是，我没有办法挑到一个适当的词去解释它，说到底是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很好的解说，就是啊，总之我们就玩第三关。第三关该不会是？你看它是不有地形，这边上一次的时候，第一集的话是普通的。应该是矿坑，第二次的话是，哦，没办法再进去这个地方关卡了。第二次的话是这个叫做沙漠，第三个应该就是中介了。看这中介的一些造景啊什么的，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它的一些原本初始的那个构造，就是原本初始的来源，就是那什么10 droppers、12 droppers、15 droppers 跟 1 HP。那基本上就是不要受伤，然后到最下面，啊的，你看难度的提升变多了。嗯，哦，它上面哦，把那个当灯哦，会不会太奢侈啊？我没办法去啊，我一直在笑这个。我先找好那个点。不行，在右边，所以我要他强迫我在这里。哎、欸，他一开始要强迫我在这个地方，你看成功了。嗯，还不错。老实说，用中介水晶当做灯来讲，有点奢侈。好黑啊，这个啊，我来不及准备。哎、欸，想说没有准备，可是却成功了，感觉好像应该还不错。屁啦！说好的直接说好的简单过呢？哎，没有，也没有说简单过，就是应该说一次过。反正就是，哎、欸，这是怎样？等一下，这是不是在坑我、啊？我要先选，哎、欸，等一下，撒回，是这种，这种传送的、哦，你他喵的！我听你在，好，为什么另外一个不行？我还要猜哦。为什么还有碎片？炸到什么了？这还要用猜的哦！啊，这个很考验即时反应呢。他喵的！喵，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哦？看来是要用这种方式咯，我只能够一直转这个左右方向啊，转左右方向这一个一直都是，还往前，这太，为什么？过了，哦，三个还好，他只有三个。他喵的，后面那个地方搞那么困难。我等他市民结束，他这边大概就是冲刺机关之类的了。我就说啦，那个东西超容易耗时间，超耗时间的。我是机关呢。这个东西应该是没什么用。好啦，啊，简单的都已经变这个样子了，那你还能够要求什么呢？哎，
啊，看来我的那个我的观察的位置似乎没有那么好的感觉，不过没关系，简单的已经过了。哇，嗷，过了，简单普通还算是比较好处理的，重点是困难。哇哦，太黑了呢，啊不，太亮了，太红色了。嗷，那个地方好像不是很适合哎，天哪！看到了吗？那边全部都是红通通的一块一块的东西，估计原版还不会这个样子。可那样子，可是我如果那样闪的话，我绝对是到不了。好像还到得了，可是我要调整好。嗯，哎、啊，你看到达底了，可是，嘿，啊，变成说你要。这个要拼运气吗？这不可能有运气啊！好了，可能是我位置选的不对啊。太早就下去了，我想要挑个好位置来着。哎，让我挑位置不行啊！我在搞什么鬼？冲过去之后，然后就直接摔了。看到吗？他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是很故意的。还是觉得我直接在一开始的地方跑就可以了，这地方很困难。嗯，差一点。嗯，差一点。嗯，差一点。过了。啊，呵里嘎的，哦呦，差点就直接走进去。好了，第四关，好了，至少比第三关的中介的那个中介机场大传送那个二折一跳跳看好多了。哎、欸，卡住了，我没办法走过去这个，算了，你不知道走过去算了，我也不能敲，可能是啊，保护龙蛋，对，保护龙蛋用的。基本上，我觉得目前为止，中介传送二选一的那个最难，因为真的超难跳。你在传送的那一刹那，你移动的方向，它会影响你之后的行进路线，而且你之后很难调整，因为时间那个距离太短了，来不及调整。不过还好，最后还是拼着就是一直调整方位，最后还是过了，调整一开始的位置之后还是过了。好了，那今天这个样子，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See you。